沙盆，有个朋友的牛，他说很久生不出来，所以我去帮他看一下，叫我过来帮他接一下身，帮他拉一下出来。他说那个牛喘大气，很久生不出，所以我赶着去帮他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小牛。因为有些母牛嘛，难产的也有很多，有些生不出来，还有些要帮他出一下力，帮他拉一下脚啊什么的，他就容易生一点。也快到了，这个小牛生下两个钟了，还不会吃奶，等一下我挤一点那个牛奶给他吃，吃了这个牛奶呢，他才会熊一点，不也就没力气一样。现在我去挤点这个牛奶给他吃，这个他不吃这个奶的话就不熊哦，所以要挤点这个牛奶给他吃。这个牛奶已经很足了，会不会倒物？我还有点怕我，挤点给他吃就好了。不吃一点牛奶的话，这个奶好足哦，好多奶。等一下给这个小牛吃了这个牛奶以后呢，它就有精神了，不然它就没力气。如果小牛吃不完的话，还可以煮来吃一点，这个奶吃的最好的了。这个小牛吃一点这个牛奶以后呢，它就有精神了。来，你看这个小牛吃的真真有味的。想架起来了，想架起来了。还没有力气，你看还蛮可爱的这个小牛。也很饿了，吃得真真有味的。好大一罐牛奶，一下子就吃完了。这个样子还没有吃饱，鞋子挑下挑下的，又还想吃，没有那么多了。给他吃了牛奶，等一下就会站起来了，不也站不起来，没力气。
这个小牛要吃三斗这个牛奶才会饱啊，不然它就站不起来，没有力气。太饿了。这个小牛吃饱了，以后就在睡觉了。有个苍蝇在这里米下米下的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吃饱了就想睡觉了。吃了三斗这个牛奶。